SJR 4215
好不好？德大凯利，好不好？你的车阻碍到交通了，应该是，好不好 ？Ladies and gentlemen, so right now we have a notice. This car SJR4215. Your car is what car? Yeah, yeah, Toyota Camry. Toyota Camry. Your car broke the other car. You never take your car. Later, your tire.不能去，不能去，不能去。因为这次来，我直播已经得罪很多人。真的，因为你做直播，你会开玩笑不一样。对，刚刚直播，因为我们是舞台出来的，对呀、啊，我们都是在笑。我没有得罪他们，没有请啊。对，那你黑暗逼我，我没有卖东西。对，对不对？我都没有卖东西，卖东西就可以得罪。哇，今天只是现在才吃第一道菜而已啊！第二道啦，第二道啦，第二道啦。我看你那样子好像很饿一样。很饿啊，当然啦，放工还没有吃之前来。You very hungry? Yeah. Next time you hungry, you tell me. I give you see something you will know. Okay, never mind. Never mind. 太贵了，好。在我来干个老陈老板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喂。卖海洋，卖海洋。对对对对。卖海洋，好快，快两口菜。卖海洋，卖。对对对。就我跟你讲，现在为什么他们会看到我会很兴奋？因为他们现在看人都没有办法看全部，他只能看到脸部。戴口罩了，是是是。现在呢，我们要介绍这一位呢，你们看看像什么？我真的不一样。好，那先请他出来。来，我们掌声欢迎我们泰国王子，荣获最佳舞台服装奖的吃灯唱手李维伦。我们能打不散，我们能打不散。哎呀，我真的很怕这个。哇，你请那里有小夜师傅空的，请一大师爷的。我看了看，不会，一样会给你的。哎，你看那个尾数，你可以看它斜面，那它整个展现出来吧。而且听说它这一顶帽，你看哇啊，这样你看整个不一样。这顶帽子，请问一下，对，多少钱？多少钱啊？我记得好像是新币800多。不贵吧？哎，还没多的。没有。You want to use the cushion? 不贵啊？不贵。No. You this one is good for what? No. When you renovate your house, you need painting. This one good. 真的没有夸张的，会重吗？会重吗？啊，还有因为它是毛的，比较没有这么重。哇，有三个，哎，怎么给的？马上讲什么就毛贵。因为这个钻石贵嘛。不给不是嘞，你给铁板的那给它敲光嘞。对，那我们要不要给他掌声？你看那个印度同胞，他看着你，当然啦。You feel very happy, right? Yeah. This one is my father. 啊？马哥，你说哪个？My father's side. You saw my father, 外形。外形啊，你刚刚能不能去考了？咱们俩还不上掉。You saw my grandfather. OK, 你今天要唱什么歌？先唱一首这个红鬼刷。红鬼刷就唱了。请刚刚唱红鬼刷 OK。以前可能是，但是以前的夜总会都是这样。是啥？歌剧。对。那海王歌剧也都是这样。是。都叫爸爸。是。我是讲唱的比较轻松一点。好。来，带来这一首。红杯刷Oh,
Thank you.
三弟嘛，那吃姐太狗，狗偏料，那吃太狗料啊！你是太狗王子吗？是吗？啊、哇哇！你们在看这是什么？哎，一看就知道是泰国的、啊。对对对对对！哇，泰国的，他刚才是招三弟的嘛？这三弟有台湾的嘛？对对对，就是，你就知道嘛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是他，哎，什么？伟牛刚常常去泰国，所以他泰国话很厉害，所以呢，我们叫他泰国王子。今天呢，你要讲一点泰国话。啊，萨瓦迪卡。萨瓦迪卡。啊，萨瓦迪卡。嗯。买菜卖米买冬瓜。啊，是卖菜卖米卖冬瓜。我听懂。啊，卖菜卖米卖菜就是不是的意思。啊，是。卖米就是没有。啊，是。卖冬瓜就是不用怕。哦，是。啊，所以叫卖菜卖米卖冬瓜。那应该怎么说呢？如果有什么泰国话，你会讲吗？啊，泰国会讲啊，啊，以及有很多的去泰国，怕你刚刚去泰国回来。对对对对对，做义工啊。哦，他去做义工，泰国回来他就说泰国的人马粗话。对，真的吗？哦，有啦，我不要看你们妈咪，他帮了我很多。是啊，不会的嘞，哎，套来呀，就比如说套来是多少钱啊？是是，你套啊，你套啊，就你套，你开始讲。是啊，你买东西你要跟他讲说套来，套多少钱？多少钱啊？如果是一个，你就能买，能买，两个就怂买。双买啊，它是买就是一个的意思。一个冷怂藏喜哈，你会讲吗？会啊。啊，冷怂藏喜哈。会啊。哎啊，这买就是一个嘛。一个冷买啊，两个呢？一个是冷买，冷买啊，两个怂买，三个三买，四个喜买。哎，那你讲错嘞。冰冰冠，哎，给你冠你妈嘞！冰冰冠，冰冰冠，冰冰是奥西呗，他西班牙四万，四万是吧？西班牙五个，西班牙五个就怕牌，哪牌呀？后牌，这牌，背牌，杠牌，我回掉了，我把那个财报你买冬瓜。还有啊，因为买东西的话，你要好像比如你买一个两个，他没有的扣。好啊，对对对，哎，泰国会有点凶，我死你哦！对对，已经搞死你了。你要买三个到五个才有意思啊！这样你杀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如果说你要跟他买一个，他说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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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iscount no discount， 哎，他就会问你 I'll be buy， I'll be buy 就是要几个啦。这首是当红的泰国歌曲，点击率最高，可惜演唱者已经没有唱。在哪？生病啊，中风车，幸好是事情。哎呦，你什么事情都知道哦。一首歌我很喜欢听，就问泰国的朋友，因为演唱者是一个美女来的，对对对，我中了一些病就不能唱，已经受伤了。哦，我唱了，那你那个，我本来说很不错，那么多人看你哪里乱乱讲？对对对，直播就可以乱乱讲，啊，你因为我的平台嘛。你的平台，我的平台都可以乱乱讲。对对对，李姐的平台也很多人啊。对啊，还好啊，还好啊。你现在打扮这样多，这应该直播给人家看一下嘛。要不要去泰国？要不要？我再唱一小段就好，要不要听 ？OK， 我觉得 OK， 我给一段来。掌声鼓励他好吗？泰国歌，泰国歌，来个头。那个都是十一月哦，十一月啊，那个都是十一月哦，刚刚好在下个月九号，对对对，八号，这一
水灯节，水灯节加水灯节，对对对对，就来个通啊，来个通啊，你没通啊？来个通啊，他带我去，我不知道的。很奇怪，泰国有一条河，每一年那个水灯节的时候，他的鱼全部来，你看那个河盆安了多少家，不可以做祭祀。为什么？很奇怪，他跟我讲，每一年水灯节那一两天，他的鱼全部就会来。等我们放灯，你看看，他带我去看。我这个，我跟你讲一个秘密，林姐。啊，那水灯节他也曾经跟我去过一次。然后我跟他的老婆讲，我说你放这个水灯，你要把王爷的头发跟你的头发放在这个水灯那边，然后放出去，就会一帆风顺，恩恩爱爱。结果他的老婆半年前他的头发不要给他知道，他放那个水灯过去，所以他现在跟他老婆是离不开的。对，我真的，真的，我听讲我某某爷，我怕惊惊变到个变。你空来放糖膜啊？放糖膜就是泰国的习俗。啊，你乖乖，你年纪多，生气都不放糖膜，怎么办？有秋啊，有秋啊，有秋啊，有秋啊！我给我妈放糖膜。啊，这种习俗，泰国的习俗，如果男公婆要恩恩爱爱，真的剪头发放在那个水灯边上流气，就恩恩爱爱。好像啊，真的真的真的。好，我来唱这首泰国歌。不要，所以呢，不要用用药用药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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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肯定要帮助，那正因为我的失败吧，对不对？来，这个时间我们要回来严肃的时间。